这边快！对，哎，老胡呢？老胡牺牲了。密码本呢？密码本在我这儿。 20年前，南拳王和北腿王都曾经是我的恩师。怎么样？哼！恐怕你也就这个本事吧。小姑娘，20年前我拜师学武的时候，你还姗姗学步呢。 我的中国功夫怎么样？如果你们还不投降的话，我就杀了你们。但是在临死之前，我会让你们见识一下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国功夫。怎么样？是死还是活？啊！ 快！
妈的！